水呢？脾气也算好的呢。我们家应该是直接咬爆拳头。看得出来眼神中的不耐烦。谁回来？啊，那个是什么？要求我，要求。这一下赛是要吃五的，好棒啊！送送送。谁回来？啊，那个是什么？要求我，要求。这一下赛是要吃五的，好棒啊！送送送。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打我啊笨蛋。
小朋友去上课了啊，小朋友去上课了，你不能上课啊。哎，教室不可以进去，出来。